碾碎他。来吧，来吧，鳄鱼。谁又死了呀？又是谁？啤酒盐啊，这把打个啤酒盐，先攒怒。这兵怎么补的？啤酒人根本不跟我们打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插个眼儿的。这是主 Q 啤酒人 ，Q 一下，一下穿回来，好，来人了，死没关系，死死吧。黄子来的比较快，我的线儿还没推完呢，他就跑过来了。技能我们都不交了，因为交了也死。刚才我刚把 E 给交了，我就看见那个黄子了。我出鞋都没追上他，致命点烟啤酒人死了应该。哎呦我的天！哇，这运气有点背呀。晕住 ，A E Q E 走，哎呦，溜了溜了，啤酒人来了。谢谢晕倒的速带熊。还是来875吧，但是我们差了20块钱，我稍微等一会儿。我稍微等一会儿。
打着啤酒人呢，我们就一直跟他怼就可以了。来，双 E 过来 ，A A Q A W 平 A 平 A 平 A 红路 Q， 哎呦我操，差一下，这有点烦。旁边扛的有点多了，这个我现在拱我以后他也没技能，我上先锤他一波，兵有点多。好了，让小兵我卡位了，卡了我一下。这波是一波很好的机会，其实我刚能杀他，只是我有点犹豫了，杀他的时候不好杀了呀，我死两把了连着。我要再能杀他一波就好打，没事，没关系，不急，慢慢来。这就是前面让他杀了两波，给他装备好了，要不然这波早就死了。先杀翻身吧。你能不能都给他杀了，平 A 他 ，A 他 ，A 他减速。漂亮，还行，一波二换三可以接受。我们只能这样了，刚才没办法啊，只能这个样子了。交技能帮他中单打打伤害，
能交几个是几个吧。看你是不想好了是吧？第九年，敢这么跟我拼？两层塔皮。可血战斧了，可血战斧了就好打了，好炸。走了，收一波兵回家，可血战斧。然后呢，也别让他推兵线啊，我们溜了。哎，我直接来个水银海吧，我也不要那药了。要吃我塔皮啤酒人，那肯定不行。壮义收兵，让他抠没事，这抠就是刮痧没用。让他收抠他一下，让他拱没有关系。一会儿他就没蓝。我们这鳄鱼这英雄回血老快了，慢慢跟他耗，抠一下。晕住可血战斧接 Q 一走，他没有蓝了。这波皇子敢来我就双杀 Q 一下。一 Q 别着急啊，来一上来晕住皇子，可血战斧 AE 平 A 一下，叫人，叫人有用啊！我说了皇子来我就双杀，回家。那酒桶没有蓝，还叫皇子还跑过来。那皇子以为自己的
装备特别的好，可血战斧敢先跟我用啊，这黄子儿。我看看啊，下件咱们出什么，下件咱们出血手，下件咱们这个样子，先出个小反甲，再来个这个，不得来个这个，卡莎怎么不放大招呢？我把这峡谷先锋打了吧，不打白不打呀，也没人要啊，这玩意儿没人要，都没人要，我要算了，不打了，在这等他来。嗯，不行，这波二打三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我看一眼啊，贪生。哎我操，人太多了。我就感觉到二打三不太行，你知道吧？三打三我们能打过没问题。不去了，给他吧，不行。那马尔扎哈就等于是白送，那螳螂不跟我们一块走。给他们吧，打小龙吧。那螳螂跑下路去了，我们家中路肯定是两个人，打肯定是打不过。打呀！来啤酒岩，剩个啤酒岩可以拍住。一上来，哎我飞这么远，我移不上去了。我可血战斧，你们说，大龙啊，大龙，给你呢，大龙不好打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打不了，一会儿我们出来再打大龙，不打了吧。来我一上来回头晕住可血战斧 A 接 Q 救一下螳螂，先杀潘森，先杀潘森，先杀潘森，给我们 ADC OOO 了 ，AW AE 一回来，平 A 和血战斧，我搁这打泰坦，女警那边女警没在，闪现 A Q 再平 A， 来 W 晕住泰坦平 A AE A Q，
抽一，哎呦我的人头！我的人头没了。回家出血色了，血手出完，我们来一个这把，来个黑切，这把不需要我们特别右啊，狗熊已经很右了，狗熊九幺十了，我们打虚区，来扫描一下，可以打一抽一走过来，来走位开大招，哎我要动一下，晕住泰坦咳血战斧一抽穿回来，我们血手没触发呢，还啊抽一下，来双翼，你还敢回头点我，你大爷的，靠，他怎么跑那么远，哎呀狂风之力跑得真是快呀，走吧狗熊，嗯，这狂风之力属实是有点烦人的，点炎加速，点炎加不了速，我没点灵光披风，公路收兵，我不跟你打了，哎，我们先杀的潘森啊，来双翼，我血手还没触发呢，咳血战斧 A 接 Q 平 A， 我们那个鱼很右啊，往前飞往前冲，晕住泰坦红入 Q 收掉，咋的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，我打了一年的工，我绝不能再打工，能拆掉吗，费点劲吧，这可以，赶紧拆，A Q 平 A 投降了，下一把